今天的两个杯赛分别是问题杯跟枯骨库巴杯，没有大专型兵或大专奖喊活动。这后面这个这样子分离稿啊，没关系，我会慢慢升过去的。今天又可以获得多少个秘符秘徽章？哎，要获得取决于我们的秘服装出现率啊。那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，我们继续这边。我们现在角色跟车都超多东西要升的。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没票券了，我们现在稀有的部分已经没票券了，已经没票券可以解锁。哎，分数提升，先生带西。好嘞，那我们今天第一关是巧克力岛，哎，被迫派出问题，被迫派出问题呀、啊，它是爱心的吧？小声一点，对你们来说不会有影响，但对我有影响。来吧。会考考完啦，断考第二次断考也考完啦，再来下一个大考啊，下一个大考应该会是那个吧，国高中毕业考，国高中毕业考再来就是国小第二次断考，第二次断考，国小第二次断考再来就是国三次断考，就是国高中第三次断考。哇，二年级呀、啊！好，得到不少分数哦。稳定，我已经想好了轨道。哎呀，翻出去了。哎，获胜了，但是他还是不给我，他那个还是不是还不是秘服装啊，也没办法。一场四个秘服装，四个角色，除非说是自动模式，那就没这限制。自动模式它也不会帮你得秘徽章，要自己打、啊。哇嘞，被挤下去了，就不用看啦、啊，六等都出来了。今天不会又要一无所获了吧？我要是一无所获，大不了就是多人游玩，全部都拿秘服装。然后多人游玩的对战，其实上次打到我们白海真的很难。大家都是有脑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就只能那个什么，远距离攻击啊，近距离，只要靠近一个人就是互打，只要互相靠近，两个人都有黄龟就是互打。偷偷跟随的话，我不知道有人会去看后面，没有看后面应该是有。没有声音的话就不用担心了。当然，你这只能远距啊，远距攻击最好方法就是使用喇叭，喇叭有演绎啊，喇叭稍微有强点，幸运奇袭是最好的。还是被比下去啊！
即使分数比较高，我也没办法派，因为等级高高出了两等以上。一般角色等级高出两等以上，我们就没办法派秘皇装了。对，所以秘服装其实是比超级稀有还要再稀有。我们可以这样子定嘛？这样子定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分数啊。本身基本分数上面它的分数比较高，可以协助我们把基本分数拉到3000。撞墙之后，那东西会收起来。破坏道具箱。完成第一个杯赛，用巨大蘑菇撞人达成。哎，得到了一些票券。有滑翔翼了，滑翔翼目前没有东西要升，应该说有个东西要升，但是它被锁了，要等到我有票券才有办法解锁。那这段期间，我们就先升这个纸飞机，
那我们来到下一个杯赛，库古库巴杯啊，又被顶掉了。库古库巴强势文化。这个好。这速度不够，没办法走命道了。别怕，还有一些道具。已经有人帮我打掉了，我就可以直接走。啊，第十名。哎，有满分就好。之后要强一点的话，那个我们可以之后再弄。直播可以弄啊。看起来那个鳗鱼好像是你要过去它才会启动。没有过去的话，它好像就不会攻击，跟汪汪类似。好，这一次是 X 的版本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再生成一个一部影片。然后第一种，那个没有加成的那个跑法，可能以后。现在无敌了，咱们现在有劲敌了。直接把蚌壳打开来，里面不会有东西。好，直接飞走了，没有多跳的动作。这一靠近，直接开喇叭。三万哦，不错。62啊，哇！一拿到就不得了啦，一拿到蜜服装不得了啦，我们这一次又可以拍蜜服装了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有没有不是冲刺版的？可能那就滑溜了。好，不要了，这一次冲刺版好像比较强。我记得这里面有那个冲刺版，滑溜或许一整局都用不到啊。但这次有加速器，我们有加成加速器就行了。
慢慢归海角。直接开扁，然后被大家捉走。哎呀，擦边不中。哇，这伤害可大了。然后前面的也被打下来了啊。他们一直互相打，利于我。我先上去休息一下。没有人超越我，像话吗？以前的马里奥赛车还非常有力量用哦，所以一旦下水了，就会直接变成泡水车。但是现在已经有水陆两用了，所以可以在水里打。所以刚才那个水管也是被切一半的，上下被上面被削掉那样子。不然原本是一根完整的水管。来，切关，在时间内打倒，连续攻击。炮击。我是烂炮兵儿。哇，烂，是烂炮兵。你这怎么打？就好像有一次炸冰箱的炮打，但这一次太多弯了，我可能没办法打。哎！注意哦！哎，终于啊！啊，这一次的弯超级弯的，我没办法好好打，我只有十秒钟就行。达标。血量好多啊！我的天哪！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个打到啊，我们的第一关爆掉了，这个杯赛第一关爆掉，就得到了一些票券。罗杰塔不满。
满不了，满不了更好。我再一张就给他锁了。好，那我明天礼拜一我要进行避旅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拍影片哦。如果我没办法拍影片的话，那我会先把挑战给打完。如果挑战打完了以后呢，如果能拍影片的时候，就是当然会挑战重打嘛。挑战的关卡我到时候会拿出认真的装备重打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